会。我觉得大家常常会比较同一个国家的人会说，哦，我是住在首都的，是优越感。对，我们的口音才是纯正的口音，然后我们的衣服都比较高级。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找了几位平常的感情又不是很好的同国家的朋友，又来，要来这边比较，把让他们呢把台面下的情绪整个搬上我们台面上来，没错，好不好 ？OK， 那首先呢是我们俄罗斯的代表，是我们来自首都莫斯科的拉娜，还有海港城市的海参崴。首都 VS 海港城市，好，厉害啦！哦，忙什么啊？哦，我们俄罗斯都是美女。哦，掌声！紧接下来是我们来自我们法国巴黎16区的首都。伟鸿，还有我们的法国南法淳朴的安娜，还有安娜结婚了，还在牵手，很好。你根本不优雅，你根本不优雅，浪漫哦。紧接下来是我们日本的北海道住的亲人代表马可多，还有我们的长崎的润子。長崎よかとこよ、遊びに来んね。北海道なんま最高だめさ。现场完全没有人听得懂在讲什么。对。接下来我们来到土耳其了。土耳其呢是第一位，是我们的南部的叔叔，对上我们的土耳其，我们北部的土家帅哥。我再提醒你一下，我是从南部土耳其最漂亮的地方来的，因为我们的美食是最好吃的，男生是最帅气的，女生是最漂亮的。看起来你还没去过北部，我们开始。哇，这一趴主家很坏的，就一句话而已啊。OK， 欢迎你们。刚转过来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说，好像今天在选秀一样。不是，我觉得今天这集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台湾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哈，就是比如说法国啊、日本那么大，为什么南北部应该差不多吧？不，台湾这么小，我们南北部都差这么多了，对不对？可能我们分不出来他们的差异，但今天他们就要来好好来 battle 一下，到底自己的地方是不是才是最棒的？对，好不好？我们从法国开始，我们先从地图这边来看好了。对，这边就是伟鸿住的地方。对，巴黎的第16区，对。哦，你讲巴黎的时候，旁边这位淳朴姑娘已经这样。然后这是 Anna 住的地方。Anna， 你住的地方叫做？我的小小的城市是叫小的 village， 不是做城市，是布杜。伟鸿，你有听过吗？我从来没听过。OK， 伟鸿是住在巴黎16区，因为我们脚本上面写说你是16区，16区这地方是特别贵的地方，是不是？蛮贵的，但是不是最贵的哦。对，如果以台北来比的话，差不多会是在什么区域？应该是信义吧。信义最贵的。内湖应该最贵的是第6区、第7区是最贵的。还有第八区。六七八差不多是信义区。七八哦，那刚好难怪。但是因为你们家看得到巴黎铁塔吗？对，但是不是全部，一点而已啊。哇，我们拉拉刚刚已经倒吸一口气。哇，我就是高级，我也是你了。他已经结婚了，不要看着他，看我。今天不是联谊，好不好？对，教我们怎么样分辨，就是首都，然后跟首都以外的地方怎么分辨呢？其实我会觉得巴黎以外的法国人，通常他们的品味不太好，我只是有时候穿的衣服有一点过时。那你觉得 Anna 今天穿的可以吗？她很可爱。OK， 我懂。好了，在开心什么？我懂。没有，这不开心。这不存在吗？可爱不可能。对啊，男生。法国不能说女生可爱。不可以。哦，你们喜欢性感。对啊，我不是可爱，如果是可爱是谁会说这个？妈妈说是谁？你辣死了，可以。了解，所以那边的除了巴黎之外的人都品味都不好，不是都不好，不要夸张。但是我会觉得巴黎人比较好吧。然后我会觉得他们的生活比较无聊，但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活动比较少。比如我跟我巴黎朋友，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博物馆，有展览。但是他们没有捷运，你还没买
车子的时候，你还没有驾照的时候，你怎么去找你的朋友呢？骑脚踏车可以啊，这个没有吧？他在乡村没有吧？所以乡村没有，乡下很哇，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还好，他的女儿是在台北长大的，这样不会太无聊。所以在南发就会很可怜。哦，南发是这样子的吗？比较无聊一点。我觉得无聊啊。哦，因为我们也很喜欢去尝试新的餐厅，但我们不能吧？对吧？但是我听说，因为我有一个练功夫的朋友，他是南法的，他说巴黎都是尿尿的味道。有道理，难怪。好可爱，我们把它否认。OK，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每次跟南法人聊天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办法好好聊？因为可能你知道的他会都不知道，所以没有话题。我会觉得对，对啊，真的，因为生活不太一样。生活不太一样，然后他们比较会看电视，因为其他活动比较少吧。哦，那怎么你刚才怎么吐？我这个学姐到现在没有，我家没有电视。哦，真的开玩笑，南方没有电视，有吧？开玩笑，开玩笑，我有 WiFi 了。所以你在法国的时候，你住巴黎，你是没有南法的朋友，乡村的朋友是没有的。其实我想一想，好像没有吧？没有，对，好伤人。哎，那你有巴黎的朋友吗？没有，也没有。那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我觉得，其实我就是巴黎北部巴黎人，我觉得巴黎人比较严重。巴黎人我觉得比较不懂生活，所以他们不懂，因为一上班，然后你说啊博物馆什么，但是博物馆也去腻吧。我们生活也是很丰富啊。然后我觉得他们很奇怪，因为如果他们那么丰富的生活，像好了，他们餐厅也是都是米其林在那边啊。像那个马卡龙也是很有名在那边啦，他们的 fashion 也是很有名。虽然我原本今天是穿的高跟鞋，但是他说不好看，然后让我换这个鞋子。所以蓝色不行吧？新来的职业，对啊，我上节目七年，我的姐妹都没有说很好看呢，然后他说不行了，你来安娜为什么？我没说很好看呢，为什么你听他的话换鞋子？是因为颜色太多了，大家选一个彩虹，有太多的呀，少一件刚好。而且那个鞋是莎莎的鞋子。哦。哎，那为什么脸红啊？现在？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们很骄傲，真的，我在法国，他们真的穿衣服也是很骄傲，然后他们一放假。为什么一放假都去我们南部？你看他们的房子就是这样。这是南法的吗？没有，北法。北法。你看就白白就，你看我们的房子有。哇！南卓那个还可以。比较是很可怕的，你看那第二张多好看啊。他们的 village， 但是说北部巴黎附近也有 village， 你看就普通的普通的。但是因为就是郊区，不是。没有什么特色，你看。哇！海边呢，因为北部也有一些海，对不对？然后你也看它的海边就普通了 ，OK 啊，很漂亮的，对啊。但是你看我们的海边，海滩，对不对？对啊，他们还给我们一个地图，你知道我在网络找这个地图，他们是。这是巴黎人的看法，怎么看法国？然后这个是写家里，然后其他都是很难听的。我卖了，很难听的。那个这个是农民，不是农民，对，骑山猪的人，对啊，骑山猪，骑山猪的人的意思，是农民，对，骑山猪，酒鬼。忧郁症的人，然后那个 liar 怎么说？那个骗子。他我们来录音之前，他讯息给我说：“请问你的生日是在哪里？是这里还是这里？”所以我说你是骑山猪的人还是？我是懒惰的，对吧？怎么样？哇，第一组就已经呛得这么凶了啊！好可怕，喜欢这种。但是你认同大家说的巴黎人就是这样吗？我认同，但是我就是不要鄙视任何法国人，我们都是同胞吧。但是然后有另外一种分法。哦，换你拿出来了。对，谢谢，这个很大，只是我们法国人。哎呀，相亲相爱啊！哎呦，我们打招呼，巴黎人比较没有什么力气。骑山猪，骑山猪，骑山猪，我们都习惯了。
就是我们大脚步的时候很喜欢亲一下啊，对对对对，对方的脸颊，但是我们亲亲的次数也会因区域而异哦，所以就是蓝色的好像是四次，很多吧，就是然后一二三四，对，紫色的是三次，大部分的人两次就好哦，然后对啊，这边是一次而已，红色的，然后我们有些人他们先会亲右边，右边，还有左右有分，所以这个也会不一样，这我觉得很奇怪，然后你会。早晚会遇到一个。请问你们两个是同样的亲法？我们同样的，对吧？对，对不对？怎么这样？要不要这个麻烦？你们干嘛要调情吗？刚刚别忘记你结婚了，一起的，不行，已婚。对，那我们要亲之前可以先讲好啊，三次、四次。对，你第一次会先讲好吗？你第一次亲，你说哦，我们这边是第三次，这样你先通。有些人不会说，有些人不会说。这个很就是变态，可能变态，他们是很故意，就是会有那个。那我如果说我们这边是亲中间，没有，其实你只要做这个声音就好，不要碰到。哦，所以你们没有碰到。其实我们不会，但是是奶奶才会碰到。奶奶才会碰到。奶奶，你会觉得有点恶心。会有口水流在脸上。对啊。你有像草泥马一样，他说会耶，比较热哦。可是如果是帅哥没关系，那当然啦，当然当然当然。OK， 那浩如是不是有去过法国？因为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你知道英国到法国就是车票就很便宜，反正我在英国念书一年，我就去了巴黎四次，南法两次。后来我妹妹也在法国念书，是莎莎有跟我妹吃饭嘛，所以就是我对巴黎就蛮熟的。可是真的去过南法以后，你真的觉得巴黎什么东西啊？因为巴黎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你不管是看电视啦，或者看照片，你就会觉得巴黎实在太美了。可是很奇怪，巴黎就是一个很上相的地方，你实际到那边看什么东西都其实没有很漂亮。还有我要讲巴黎男生有够，是不是有够自恋？我之前有跟一个巴黎的男生聊天，然后我就给他看 IG 上一个很红的巴黎的一个网红，然后他就拿过来看，他就说我来看看他多帅。那个巴黎男生就说我来看看这个 IG 网红，就他一看他就说。他不是真正的巴黎人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是金发，我们真正的巴黎人不是金发。你看他也不是金发哦。他说真正的巴黎男生不是金发，如果他有混到金发，他的血统不是巴黎，就不纯了。就是很在乎这个，很奇妙。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巴黎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他一个精品店旁边有一个夹老鼠的一个地方，夹老鼠，这个，对对对啊，不是这个店，对，这个。这家商店很有名，我也觉得很恐怖，但是只要你会马上知道，它是一个很好的牌子。你可以看结果，你们这样讲完，法国巴黎真的机票也不好办。假设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是很奇，而且外面假纸啊，譬如说香榭大道上面都是精品店，你一弯进一个小巷子，就在卖10块的假皮衣哦，就是一些马黑区啊什么，他们就是在卖一些。假货，就是他们是一个很你知道表里不一的一个地方。但我真的为什么非常喜欢南法？因为南法它看起来很就是很 relax， 他刚刚的那些照片，实际上你到那边它就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去南法住那些民宿，你看他们这是我住的民宿，它里面是这样。他们的老板呢，从头到尾也没有出现，他就跟你说钥匙就在信箱。然后你要退房的时候呢，说老板我要退房，钱放在哪？他说一样放在信箱。我说钱哎，现金哎，我们住了5天4夜。他就说，然后他就说对，放在信箱，钥匙你也放在信箱。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老板，然后就哇，很漂亮，随便去住，然后很便宜。反正你就是整个觉得他们那边的人很随和，然后真的很随性，到你就让你很放松的感觉。跟巴黎，所以你都不喜欢巴黎吧？你怎么来？谁喜欢？我会去巴黎买一些名牌，然后巴黎，然后。我巴黎的朋友就会说，好丑啊，老阿妈的东西。对，那下次你可以在网上买吧。没有，我现在在。哎，他现在已经不欢迎你去了。不要这样子，我这个也不欢迎。不行，艾瑞克很喜欢巴黎。其实我巴黎我也非常喜欢，然后去过很多次，它的美是不可否认。但是我今天也是站在安娜这边，就是我觉得我去过很多次，不管是法国的中部或南部，都超漂亮。我给大家看，你看，这是我从马赛的饭店，哇，从我的阳台看出去那个马赛的景，哇，超漂亮。因为刚刚他讲说，这边还是历史，对他讲说什么，巴黎比较有生活的品质，比较好玩。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南法才有生活品质。你看看这个蔚蓝海岸的海，哇，漂亮，这是法国。
就是法国，你看我那时候去那种小镇，然后就随便走在街上，旁边就是这样子的海景，不同风景，地中海的层次的蓝，你看一边往尼斯，往尼斯，一边往意大利，一个地方往尼斯，一个地方往幸福。而且他们其实这边的海边别墅，一个晚上都上万，非常。其实它是非常有生活品质，而且你会整个步调变得很慢，然后觉得是这才是人生享受的感觉。然后重点是哦，刚刚有讲到说巴黎美食多，然后什么米其林餐厅，可是其实。被认证的世界美食的首都是在里昂，里昂，对对对，我的学校在那边。哎，你看，他说对，学校，对，我学校也在北部。没错，所以这个里昂这个地方真的是法国的美食之都。然后刚刚我有特别问安娜说，有一个人他知不知道？他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人是法国的厨神，他叫做 Paul Bocuse。你看他连城市都印了一个这么大的壁画给他，哇，好酷哦。对啊，然后根据统计啊，在法国就是其实呢在里昂有超过4000家餐厅，也是法国的记录。所以你看，其实南法才是美食，对，才是美食的首都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想到美食，可能就是知道巴黎。然后像这个是他们的那个甜点，特色的甜点叫做 Perline， 对，红色的。只有在里昂才有的，我没有吃过。哎，你没有吃过，就他们的名菜。对，所以你看，如果美食的话，就是要去南部，然后美景也要去南部。好啦 ，OK， 接下来呢，各位朋友们，把电视稍微转小声一点。接下来我们要来到我们的俄罗斯了。讲俄罗斯，这个是那个我们的安妮是海参崴，然后这是首都在莫斯科。对不对？好远哦，好远哦！只要我们飞机应该要飞多久？15个小时啊！15个小时，16个小时而已，怎么可能？你是私人飞机吗？4个小时怎么可能 ？OK， 那我们先请拉娜，拉娜是住在莫斯科，对。我10岁的时候搬到莫斯科，但是我出生的地方。也不是莫斯科，也比较靠北部，在西伯利亚。那你对于那个海参崴的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我在海参崴有几个朋友，我一直看他们的 IG， 他们去海边的时候一直找那个穿比基尼的照片，但是都没有游泳。哦，头发都没有湿吗？对啊，妆都没有化。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会不会他们不会游泳？因为他们住海边，其实有一些，比如说住冲绳的，也不一定规定他就要会游泳啊。对啊，是不是你们的海边不太好？你该在开玩笑吧？我们才会游泳啊！你看我这么多照片，你看来，哇，全身都是湿湿的，头发也湿湿的。你是因为要拍照才弄湿，然后就你看这个晒是真的要用的照片，对，你看，对啊，然后这个也是在水里面哦，对，你这个没有在游泳啊？都在岸边。跟你讲，那个水已经超冰的。我去海边的时候，哎，你的照片才没有下水啊！你看，有啊，只有一张啊，其他你给大家看，这什么东西啊？他还跟我说我不下水啊，这什么意思啊？对，比较自然，你看谁比较自然？你看，来，哈哈哈哈哈哈！就是大自然的两位，很自然，你看内容哪一块？一下好吗？两位俄罗斯的朋友，你们会游泳吗？我会，我有游泳，他们有游泳，他们想要游泳的话，他们去土耳其，全部跟你去土耳其度假。这个是在土耳其拍的，啊，土耳其拍的哦。其实我都没去过土耳其，真的吗？对我们来说，去土耳其是一件很高级的事情，因为很远嘛，但是莫斯科在那边，他们都觉得土耳其是他们的想象，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度假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去泰国啊，去什么菲律宾啊，会。不会有时候放假的时候会特别想要去莫斯科，因为那边是首都，感觉那边东西都比较新或者比较。Why？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去莫斯科？你没去过吗？我长这么大，你没去过？我去过莫斯科一次，我人生只有去过一次，但是我都觉得一次真的够了。哦，一次就够了，为什么印象那么不好吗？去那个工厂拍照就好了，就够了，你就可以给我朋友看，我去过啊，就这样，就是打卡。因为那边的人有点凶啊，
对，就是虽然我了解他们的生活比较，他们觉得谁比较凶，我还是爱你。我都觉得我一点都不凶啊，你凭什么？我是在所以你觉得你是在俄罗斯，你啊 ，sorry， 你是在莫斯科的路上有不好的经验吗？对，就是我去莫斯科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他们生活压力比较大，但是你们也不用那么凶吧。我就是在路上说，哦，我这么去找什么餐厅啊，或者。这位海参崴来的朋友，你知道你也其实没有不凶吗？你没有不凶。很有礼貌问你路上对不对？他们就说，哎，你们为什么大家都要来我们的莫斯科？你是回去你的乡下什么的这样子？真的，我说去买东西的时候，连那个店员他们都这样，会翻白眼啊，然后嘴一定要嘟嘟的，就这样。他嘴巴是有吃麻药，是不是？刚吃完他口音很不一样吗？口音我们还好，口音一样。对，但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们全俄罗斯，全不管是莫斯科或是海参崴、西伯利亚，全俄罗斯的女孩都很漂亮。哦，这一定要说。但是如果只能选一个呢？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我觉得海参崴的女孩比较会打扮，也比较时尚，因为我们靠近韩国啊、日本啊，靠近亚洲，因为亚洲本来就比较时尚。现在这样讲，拉娜你也这样觉得吗？你觉得海参崴人有比较时尚吗？比较懂得流行？嗯，对，他就这么觉得。不要急，他思考比较久。海参崴的人反应比较快，这是真的。因为我们就在那边，就是卖的地方嘛，因为是一个很大的港口啊，对，所以大家都跟中国很近。我们对，所以我们讲话也比较快，我们反应也比较快。莫斯科人他们讲话都真的很忙啊，就是说你好，然后他们很喜欢啊啊的那种，发音不一样。但是我也不是莫斯科人，没关系，对。他是住莫斯科的，西伯利亚来的，对，十岁去的。但是莫斯科真的最近我觉得变得。比较就那边的人变得比较没有礼貌，就像我今年的夏天，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去一家名牌的地方买东西，他们真的看不起你，看你这样子，就是柜姐把自己当做创办人一样，就对，真的对，真的，就你想买什么，他们如果觉得。你这样子，你现在穿的没有很高级，你应该不会买东西，所以他们也不要花时间跟你聊天。在罗斯去买东西真的压力很大，对，一定要打扮好。对，突然觉得安妮讲话好快哦。对啊，对，是不是？讲话好快。我讲英文或是英文也是这样比较快。好的。好，接下来日本啦，我们润子是住在长崎，然后呢，马可多是在北海道，润子。对，日本北部是比较乡下的，因为呢，我上次去的时候吓一跳，因为北部的火车啊，要自己用手打开。对啊，大家都会自己打开吗？自己开，火车有自己开的门，吓死人了。假的吧？因为呢，那边人很少，而且很冷。如果我自动开门的话，那里面的暖气会跑出来。对对对对。所以，而且不是每一站都有人。对对对对。他才会自己开。所以我第一次遇到这种火车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开。我以为是坏掉。对，也是。我们去那边的时候没有上我们的那个接运站的时候没有出来。门没有开。因为门没有开，我们在等。啊。然后等等就走掉了。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一直等，然后不知道怎么开，所以我敲门。敲门！然后现在我公公就来帮你开门了。すみません。可是那里面的嘞，好像听到敲门的声音，所以帮我打开。对。可是我好奇，应该是要有一个钮吧？里面有，因为你看，我也有一个，我也是深受其害。我去北海道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北海道自由行的时候，你看这么冷，冰天雪地，零下十几度哦。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站在车站，然后站了大概十分钟，我想说奇怪，怎么还不开门？还不开门？可是里面有坐人。我后来发现它是要按钮，就你有看到钮在哪里？在外面按吗？对，外面有。你等了超久，我终于看到有一个人来，然后本来想要叫他帮我开门，说怎么开，后来看他默默按了那个门。对，这个已经够幸
府法国是有一些是牙齿比较。现在有新的，有新的。OK， 可能我脑部还有旧的吧，因为当然了，那个你知道，这个我会让你紧张，因为你要转几次才有那个转感，转压力很大，对，压力很大，也不是按，你知道，对，对啊，哦，很脏，我觉得很脏，对啊，每个人都会。哦 ，OK， 所以日本的话，你那个按钮，你那时候是没有按的，然后火车就走了吗？真的会走路？对啊，不会，就等于你没上车啊，那还要自己关起来。哦，然后我第一次去北海道是9月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啊，白天22度，那穿短袖也蛮舒服的，凉凉的。那过6点之后啊，变11度，没有太阳之后变超冷，超级冷的。那因为那我穿短袖啊，那没有带羽绒外套，所以马可都自己在 murmur， 11度很舒服啊。22度啦，22度很舒服。请说，请说。对对，真的蛮像11度，没办法逛街，所以我只能回饭店。对，好好好好好。北海道的观光局代表来帮我们好好解释一下。应该很多人知道我是铁道迷哈。对，先讲一下，先那个，先刚刚那个火车的照片哦，其实它不是北海道的，它是新系那边，还有广东那边，对对，而且这个已经是旧的，所以我大概知道你几岁了。这是旧型的火车，现在是这种是已经哦那个。古典的，所以我像艾瑞克那个才是新的，啊，那个是新的，对，这现在这个按钮，可是就确实真的不会开，这冬天的时候，夏天都自动开，然后冬天的时候为了。就是保暖哦，对，还是就是不用，不会开，所以就是一定要是自己按摩，对，这个要小心一点。紧接下来是男女组合的哈，涂家叔叔 ，OK， 是我们从土耳其的南部还有北部。我今天带来一些照片，南部的比较喜欢穿这样子，比较那个 free 的 modern 对啊，就是那个。现代化的，比较轻松。对，可是呢，我们看那个北部的人穿怎么样，完全不一样。大概这样子，哇！我先比较一下，你们看就是比较传统跟完全不一样，是包比较多，本身都包起来了。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大概是这样的，哇！所以差太多了，这三个要崩溃，都是土耳其人哦，涂家要崩溃，对，完全。涂家今天也是手脚都包起来了啊，对啊，他也包得很紧。等一下，仙女士们说话，他帽子也准备好了，但是。还有那个土耳其的北部跟南部的，还有一个差别是外形，人的外形，对，外形。比如说，你们去北部的时候会常常遇到那个像褐色皮肤的人、黑头发的人、黑眼睛的人，就涂家就是他，对，就是黑眼睛的人，就隔壁这位嘛，对，还有粗美的，毛也好黑，很多。然后你们再来我这边南部的。你们会常常遇到的是白皮肤的、金头发的哦，这个头发真的是金色的，有颜色的眼睛，对啊，所以你的头发是自然就是金色了。啊，我是不会的，但是我的原来是浅色，不是黑色。我因为一个比较靠欧洲，一个比较靠那个亚洲，没错的。所以很多人一开始看我，以为我是俄罗斯人，或者乌克兰，或者是美国人这样子，都不会相信我真的是土耳其人。好恐怖！好恐怖！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好恐怖！帮忙再看一下，都是漂亮的。好，涂家准备好了吗？好了，涂家。他刚刚说的是他去过的城市是昆雅，不是北部。他觉得北部，可是那边是南部。你知道昆雅在哪里？昆雅在哪里呀？昆雅在哪里？对啊，那个你看下面的那个蓝色的大城市，对对对对，在那边。但是对我来说是南部。对你们觉得北部，因为是比你们北，可是比我们南的。请问 Turkey 的说的是合理啦，合理。所以叔叔应该要到这边才是北部，是不是？是没错，我们说北部的部分是那边是，我也算是中部的人，可是比他北部嘛。严格，严格。现在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好，我住在 Turkey 的首都，我们的人口是700万，你们去 Turkey 那里的话，每个人穿这样的。这样的穿的人是每个城市有，这个是宗教的关系。还有
我去很多土耳其的城市，我还没看到这个。我在哪里看到？你知道吗？他们城市的旁边有一个城市阿达纳，他也知道，每个人穿这样的。这个我也是。阿达纳跟他们的文化。阿达纳在这里。对对对对，他们的文化很像。那个应该是宗教的关系吧？是宗教。人家穿南部吧？其实我这样说，宗教的关系的人这样穿吗？这样穿的人谁？他的城市的旁边有很多阿拉伯的族嘛，民族嘛。其实他们的城市也有很多阿拉伯人，所以土耳其的北部比较什么时候发展发达的部分嘛，比较国际化，比较聪明的人在北部嘛，比较有钱人北部嘛，比较漂亮的帅哥是北部嘛。你是中部，我说的是东部啊，中部也算是，中部也算是。他比他北嘛。还有亲们，他刚刚说了，中部的人是黑头发黑。怎么说咖啡色眼睛？其实他也是咖啡色眼睛的，对不对？他也是头发都不是这么黄，对不对？哦。可是我妹妹是，比如说我的妹妹是黄色头发，为什么嘛？因为是妈妈跟爸爸不一样的风俗。这个是在土耳其，你不能说北部的人这样的，南部的人这样的，因为是土耳其有71个民族，每个城市有，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人也有，可是这样没有，我没有看到，这个是在哪里？这个在哪里？我没有看到了。那我听说啊，土耳其是北部的人特别容易生气。没错的，土耳其的。相信我说的话，我给你看不同的照片。好，要听，要听。这样子。哦。对啊，我觉得什么肤色跟什么发色都好看。比较欧洲，比较亚洲不太一样。真的不一样哎。西南部跟南部不一样。西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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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西南部。西南部。西南部。乌克兰。因为是这个是民族的关系，我妈妈是比如说。黄色头发、蓝色眼睛的，可是我妈妈是西部的人，爸爸是中部的人。他是北东的人，是不是？可是真的，我没有看到这个。像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应该口音都会有很多差别。像我们台湾，我们南部跟我们北部口音就有差，腔调就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来接下来聊聊你们口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法国呢？法国口音也差很多，每个地区大概会有一个口音，然后巴黎口音我觉得是最讨厌，因为他们会有一个骄傲的态度，对，他们自己觉得是他们的口音是没有口音，是很标准的法文，但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有口音。像你说刚刚说我吃面包这三个字 ，Je mange du pain。对啊，我摸书包。要不然你呢？要不然你呢？Je mange du pain。你这是故意的。没有呀。然后他说：“你的这个口音是真的吗？好像还是假的。”对啊，我们他就吓我们。你看他用那个方式说，所以你平常真的是这样讲的。对，我蛮喜欢。所以这个听起来是比较软，然后比较拖吗？就那个 “n” 的声音啊。可是巴黎人是不是讲起来是比较浪漫一点的感觉？因为他是 “bon”， 他是 “b”， 都是 “o”。对，好像讲到有一个东西说 “b”，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讨厌。因为我们刚认识也是刚认识一两个礼拜吧。然后我一开口他就说。你应该不是巴黎人，知道吗？用这个口音，对，所以我就说啊，对，我怎么样？那你那个应该没有就是在说不好的意思，应该就是说你不是巴黎人。不是，不是啊。他快憋不住了，受不了，受不了。虽然每个城市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那有好有坏。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一讲到吃的，哇，就受不了了。对，对不对？我们来好好来分享一下，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在地的好东西给我们，好不好？你的城市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是是是。伟鸿巴黎。所以在法国，我们就是法文有一个词，我们叫 le terroir，le terroir， 就是。其他语言都没有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中文说风土条件，风土条件，所以就是农产品的环境，比如诺曼底的风土条件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是很会发臭的起司，然后有苹果和苹果酒，还有苹果塔，所以今天我又给你们做一个法国甜点，你做的是我自己做的，但是我是叫。老爸的食谱哦，爸爸的早餐那个食谱哇！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V C M。好，我们来看看他做这个苹果塔。是啊，翻转苹果塔。看起来好吃。Hello, father。对，奶油。
那为什么是咖啡色？焦糖。对，焦糖。对对对。但是是鲜黄油的焦糖，这样比较好吃。哦，看不出来。所以是在羊血的前料里面，什么在裤子里？你看，你看，你说那个是大蛋白，这是冰淇淋吗？谢谢。对，是香草的冰淇淋。我知道长得不漂亮，突然觉得巴黎还不错，什么好吃的？真的是特别寂寞。哇！现场马上有伟鸿师的名字叫做反转苹果塔，对，反转苹果塔。然后这个食谱有一点复杂，所以我会在 Instagram 上 po 一下，跟大家说明。如果真的想知道食谱的话，我会写给大家看。好吃吗？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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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们艾瑞贝尔分享一下，你觉得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吃，因为它根本就是像外面那种法国餐馆那种小餐厅里面可以吃得到的甜点，而且卖相超漂亮，真的，很法国哎，天哪，好好吃！而且那个苹果软度刚刚好。对啊，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一下口感的？来，100分，还有那个派，100分，法国人，法国人，我给100分，哇，谢谢，你们呢？现在愿意搬去巴黎吗？它的甜度跟酸度都是刚刚好，真的，为什么？因为我用的苹果不是台湾的苹果，是南非的绿色的，对，所以你没有很酸，但是又不会太甜，然后加上那个香草，对对对，很用心的，还甜。因为焦糖的焦糖已经很甜，所以要小心这个平衡。我妈妈常常跟我说，水果不可以煮，就要吃冷的。今天我吃这个真的吃起来都不像水果，不吃水果。回去可以跟你妈妈说，水果可以煮。对，妈妈，水果可以煮。谢谢伟豪，谢谢。所以南法也有东西要介绍，对不对？哦，什么？我这不是7月要去法国？对。刚刚我就去一个很漂亮的世纪城堡。哦。是很有名，是在欧洲很有名，所以我带一个微笑。好，世纪城堡。今天我们带你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叫卡尔卡松的。卡尔卡松，讲对吗？卡尔卡松城堡是一座中世纪城堡，它很大的特色是它有三种城墙，总共有3公里长，有52个塔楼。我妈妈。他那个是走路，他们很走路，他是走路，他们是走路。2500年的，在欧洲很多这种路，对，罗马人、希腊人、萨拉森人，还有西子族。好可爱哦！好可爱啊！哦，来，当心你撞脚疼。最早的记录是从9世纪，大概到12世纪。我们家是天主教，这里是雅典大主。好像我妈忘记她是戴口罩，哪边还是不行啊？忘记了，好可爱啊！小哥，怎么样？好喜欢。结果真的买了哦，对，很贵，很贵，对啊，一定的啊，真的 made in China， 一定的，超贵。2500年的历史，而且是真的是很完整的，然后里面可以观光，真的是很漂亮。就是欧洲真的是很有历史，很少有这种那么保持，对，那么大。那个去参观要钱门票吗？城市不用，那个城堡要，但是你可以去那个不一定要。周围也可以。对对对，很多地方可以玩，不一定要花钱。好，马可多北海道。对，我要介绍一下，就是北海道是就是。很好吃的东西就是海鲜，一定要吃回转寿司才对，因为北海道的回转寿司呢，跟本州那边的 level 完全不一样， level 不一样， level 完全不一样。这是牡丹虾，哇，真好。然后呢，这个真的是让人吓到是鬼卵，哇，吓出来了，手滑手滑。它是下面会泡出来，这瀑布哇，上去。然后呢，他们的汤饼也很厉害，就像那个味噌汤就是这样，就是虾子的味噌汤，大气。对，所以呢，就是北海道的这回转寿司很好吃，但是呢，大家要切记哦，去北海道的回转寿司的时候，不要吃那个再回转的那些，要不然呢？因为北海道人哦，把这个东西当作
的样品而已。哦，对，然后因为北海道的回转寿司呢，自己可以现点，好的好的，好烧烤，水一直流。好的，润子，润子，今天跟大家介绍我去过最险秘的地方。哦，这边，这边都是那个广济县的高千穗桥，高千穗，高千穗，好漂亮。那边是日本的显化的地方。哦，所以那个很久以前贤民住在这边。啊哈，他们的动力差是没有屋顶，而且那个他们的底部是玻璃，所以他们开的时候可以看下面的铁路，而且他们开这么高的铁闸，这个日本最高的铁闸，真的，一百几公尺，对，一百几公尺。我也没有去过，所以在公想去。那个好像牙签搭起来的感觉。你在那边，因为太远了。OK。那土家，如果去北部的话，有没有什么一定要玩、一定要吃？推荐。土耳其的北部都是他们都吃鱼嘛，鱼的美食。比如说你们去看那边的话，你们会看到鱼的沙威玛。沙威玛。对，鱼做的沙威玛。可是他们最有名的是麦拉玛，这个是一种起司做的一个。美食是大概用半公斤奶油，半公斤起司，他们煮之后吃。那我都没吃过哎。半公斤的奶油，半公斤的，可是这个是超级超级好吃的，我吃了三四十次，可是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我推荐你们去土耳其北部。所以我觉得今天算是上了一堂课，就是每个国家它每个地方会有不一样的文化，是没有什么是最好，没有什么是最棒。我们常常去很棒，对，我们常常去的地方可能都是首都，比如说莫斯科啊、东京啊，其实很多乡下很多地方其实有更多不同的风味，好不好？疫情过后，我们一起去玩好不好？来，谢谢大家。